机车上双载的两人看到警方拦查，完全没打算停下。像是在跟远景挑衅，两人狂吹油门，蛇形逃逸。从花莲的中原路骑到一片农地后，突然汽车落跑。发生什么？ 远景立刻叫支援，并一路尾随，穿过草丛，进入一间仓库。我开枪，窜！远景的呵斥声惊动了屋主，但两人早已不见踪影。这时，周围的远景看到了一个鬼祟的身影。你把外套脱掉了，怎么把我的外套嘞？啊，刚跟你骑车的，你这边够装蒜。 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逃逸的骑士，但他还想装蒜，以为没了外套，远景就认不出他。摩托车是我的名字吗？就你骑的啊？你有没有骑车？摩托车有分辨识吗？一定要车主才可以骑车，是不是？发现骗不过，骑士只能乖乖上车。警方也掌握乘客身份，两人明明身上没有违禁品，但看到远景就跑，一路闯红灯，蛇行违规，不配合拦检，事后被开出21张罚单，重罚4万多元，要替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。接着，记者花莲采访报道。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，跟阿比一样呢，浅眠的人呢，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。